法师诸位同学真济，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215面，经文倒算第六行，对经文看起，世间自在王佛，地基高明，智愿深广，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，功德严精，宏大圆满之相，应其心愿，实现无极。转世化时，经千亿岁。这段经文甲咱说明，头前法藏菩萨说明，世尊的开始非我境界，以后又启请佛陀为演说诸佛无量无边的这刹土，伊讲我如果听明白、看清楚了，才会当啊。用现在话来讲呢，考察、观察，这才能学习嘛。思维修习，满家己的愿望，就是讲建立一个佛国土。实际上，用现在话来讲，建立一个新的道场。这个道场是一切佛刹里面所无的啊！那这是法藏比丘做法的大愿。这个经文就是述说世间自在王佛啊，真正满意的愿，大乘佛刹讲伊的高明智愿深广，然后技术的注解讲，高者上也，中也，万也，有这三个意思。明也有三个意思，广也、教也、通也。古会所的讲法，高明若古德，是对法藏的德行上来讲，高明，明是智慧，高是德行。深广呢，是对愿心来讲的，伊的宏愿非常的深，非常的宽。下面讲了，为世界禅定，超胜世间，这是观的意思。方便不济，照旧诸法，这是明的意思。顽劣来者无聊，这下面有小注，为令顽旧但有未来之极处，
你无做了，各位啊亲，就念一切无为，各位啊共呀。咱那大成就，这几句啊，这是世间自在往佛啦。对法藏菩萨的评估啊，这是向下对伊说法的依据。为什么伊唔甲别人讲呢？专对法藏菩萨讲呢？法藏菩萨是有这个德能的。宗教的德行，深深的智慧，明是智慧，宏观啊，有机不可思议，事观啊，深广啊，人。无论是烦啊，或者是性，说法也是佛法。如果那无志愿，这一生当中无目标、无方向啊，换一句话讲，也成就真就限咯。如果若有方向、有目标，一生阁会当啊努力不懈怠，一定有真可观的成就。无论是伫倒一方面，远古的志愿。修出世法，真正成佛啦，会成菩萨啦。伫世间法海面，伊会成圣，会成贤，肯定是做会到啊。啊，世出。世间的事业方面，拢也是福报啊！无福报，正贤也是未当成就。你甲看，孔子是大圣人，想无一个一官半职呢？十几年周游列国拢未当完完啦，见了偌济诸侯，即个诸侯对于老大人也非常的赞叹啦，但是就是无爱用伊啊，始终无机会伫政治这方面的来做出贡献。就是无福报啊！圣贤的世间创这个爱靠福报啊，但是做圣人这个无相干，这个你看无需要福报也会当成就，成就诶比世间帝王的事业也更加伟大。所以虚圣虚贤是人人做会到的。做大官发大财，唔是每一个人做会到呀。迄个圣贤是不相干，迄什么你命中都爱有啊！啊，命内底有啊，啊决定是有啊。
命内底若无，毋免强求，强求是求袂着诶。你讲孔老夫子咧强求会用力袂？会用力啊！但是未当强求啊！啊，强求是虾米咧？违背天意啊！违背天命啊！强求是虾米咧？变革命啊！孔子变革命会用力袂？下面三千弟子，七十二贤，有诶是人才啊！为用力啊！为什么圣贤人爱甲社会大众做最好的榜样？这是伊的天命啊！无这个机缘，全都教学，伊的宿命伫这地啊！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伊是王子，下起王位，伊要做佛，这个愿望达到了。为什么做佛呢？普度众生啊，帮助一切众生。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这圣贤事业啊！释迦牟尼佛一生做这款代志，无爱去做帝王啊！这个、一切诶，这诶实现。拢是咧教导咱，人伫世间袂当讲无明因果啊！袂当啊，不知啊，天命啊！袂当啊，无做圣贤，这是人人拢会当做到的。只要你肯发愿，你肯行这条路，这不是名利，名利是命来对注定。这是什么呢？这属性来对本来就有的啊。所以。人人就会当啊，成圣贤，这不是假啊。但圣经上佛上讲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啦、啊。你现在发心想要做佛，哪会讲做未到道理呢？法藏菩萨在这地示现，互咱看，若要做佛，也不过要超过一切诸佛。伊拢做到了，为什么这桩代志不是天命？是一切众生诸生来对本来苦作呀，所以苦作无量智慧德相啊，这咱来知影。咱来发心立志做一个好人，我一定做会到的。为什么？人之初性本善啊，你啊一生未偏离本性，你肯定会做圣贤。中国古早时的教育，读书人的目飘啊，方向拢未离这个啊。读书志在圣贤啊，圣贤人伫世间，无为家己，为别人啊。
甲佛法的义趣相通，为苦难众生，佛家是所谓啊，这个帮助一切众生，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中国传统教育教学嘛是这个目标啊，真做啊！你看读书人，名来对，无做官的名。伊知影，伊袂求啊，伊行什么路？两条路啊，一个是学医，一个是读书教学，教下一代人。行这两条路，这两条路行会通，这拢是传道啊，拢是救人啊，医道救人的性命，传道教学救人的慧命，圣贤事业啊，这两种事业。虽然真正清苦，为什么呢？收入啊，非常的微薄啊。但是，你社会上有中国的地位啊，上至帝王，下至庶民啊，无一个未尊敬这两种人的。这两种人一生下至。为民啊，医生医病无爱钱啊，不是讲钱啊，伊救人啊，安怎该提钱呢？哪种道理呢？这是圣贤的事业啊，所以古早时阵的医生都是病人，先救人开要紧啊。病医好了后，领导啦较有钱，会送一点嘛用用。住在哪较清苦一点嘛，减送一点嘛。医生未计较呀，这个物件唔是咧做买卖，唔是商业啊，这是刀啊。真正啊真善恰，连医药。医生拢会报喜，所以在社会上拢受到尊重啊。三家川家族的善秀才，家的这些儿童，也是安尼死啊。迄、那个时阵开个学校就是私塾啊，好家的家庭，一年过节，那老师加送一点啊礼物，知影老师无收入啊。善车的家庭内面较减送一点啊，所以辅助讲礼物啦、啊，束修束修就是较早的肉干一条啊。来看呀，不过就是啊，半斤重啊，今年过节送一个礼物，供养老师啊，这是家境清寒的。实际上太艰苦的时阵，老师也会补贴给学生啊。学生真正有好学的，看到这学生将来会成才，有成就。老师专心专力来甲照顾啊，拢未收学费啊。
现在社会是无同咯，现在是完全将商，学校也商业化咯，医院也商业化，全部拢是商咯。较早有私人工商，现在社会只有一种人，拢总是生意人。私人工拢无咯。这是人来知影呀，所以社会为什么会这么乱呢？地球为什么有灾变呢？你读《大乘经典》全部拢明白了，为什么呢？上有心性，境随心转啊！现在人为什么生活这么艰苦？为什么有这么多病呢？灾难为什么这么多呢？这是人的思想啊、行为、幻想啊所造成的啊，这是真正的因啊。那么救家己，佛家常讲回头是岸。咱若对幻想回归到正常，问题就解决了。咱家己的身体甲外面的污浊，实在讲咧，是一毋是二啊，拢是佛经上所讲的。一切化中心上生，心是对心上生，污浊是对心上生。一切化不离心上，《华严经》上所讲的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啊。如果咱的心善，因为善，身体健康，金刚不坏心啦、啊。你待这个世界是极乐世界啊！你看，法藏菩萨是偌善良呢、啊？咱来当讲，伊是顺境顺仙。无丝毫的恶念啊，无丝毫的念污啊，迄、那个心甲土啊，拢会得到一个清理清净，清净心、清净土啊，都无你伫即地啊。善的标准，伫佛法内面是十善业道啊。在咱中国传统当中，圣贤给咱啊定标准，咱家也归纳不外乎十二字：厚德忠信、礼义廉耻、仁爱和平，这十二字。人人拢做会到啊！咱这个世界都是极乐世界，啊，咱的世尊释迦牟尼佛，伊啊称之为阿弥陀佛咯。这个道理，咱也未当讲唔知影。事实真相，未当讲无清楚。啊，咱看到法藏菩萨的具名深广啊，是咱应当来学习的。
会所内面讲个真正清楚，高明是对古德来讲呢，伊的德行智慧，深讲啊是对伊的原心，德行之界禅定，这就是讲这个戒定慧三学啊。伊真修，伊修甲比别人殊胜，超胜世间，超是超过啊！胜是殊胜啊，世间当甲伊比啊。这是观的意思，方便不济啊，照旧自化。方便不济是什么呢？是不济智慧的启用，在日常的生活当中，工作、处事、待人接物。凡夫依据的是精色的烦恼，那就是造业咯。菩萨不是安尼，菩萨依凭的就是不坐地灰。啊，实相不坐是体啊，观照不坐是用啊，方便不坐是相，完全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，照旧自发啦。伊会当啊，甲智慧。都是在生活，这都是超胜世间。那在现前，也会影响远方，对空间也影响十方。对时间也影响着未来。释迦牟尼佛的教学，各位同学拢知影，释迦牟尼佛的法运一万两千年，这就是讲。以老大人教学的影响啊，会影响到一万两千年。释迦牟尼佛越多，到今仔日是中国古代的啊，祖师大德因所记载。3037年，今仔日是3037年，一万两千年，后面也够有9000年啊。现在世界上真侪人讲末日，世界末日要到了，佛法拢无啊，佛法释迦牟尼佛的末法也够有。9000年咧，也够真早咧。兴衰咧，即是啊，肯定会有啊。兴衰是安怎来咧？
住伫即个地球上啊，才会众生啊。心行若是善，伊就会兴旺起来咯；心行若不善，啊，伊就会衰咯。是即个道理啊。心行的善恶是安怎演成的？这是教育啊。如果教育阮着啊正贤的教诲，肯定是善的。如果教学甲圣人拢甲淡掉，这个灾难就会来了。中国有一句谚语在讲，所谓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啊。老人是什么人呢？孔明是老人啊，鲁宗是老人啊，释迦牟尼佛是老人啊。你若不听这些老人言，你吃亏就在眼前啊。绝对啊，唔通去怪别人，一切拢嘛是自作自受啊！这个道理袂当讲唔知影。啊，咱嘛是爱亲像诸佛菩萨共款，在这个生当中，在生活。到处处待人接物，唔通离开智慧呀！这就是菩萨，这就是圣贤。绝对呀，唔通感情用事，唔通啊心浮气躁啊！你看，伊讲相丁。有几句，这是乞丐啊！啊，世间的圣人，出世间的圣人，甲咱讲的太多了，咱应当爱认真来学习吧，对家己一定是有好处的啊！就是讲，咱生得乱世，伊乱，我袂乱啊！啊，地球上灾难真多，我无受着灾难啊！早年，彭老师甲佛教介绍予我。甲我讲，啊，可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活了60年，证明伊老大人的话是真的，唔是假的。为什么呢？是60年我假啊，就是啊，人生最高的享受啊。啊，最高的享受，不是讲有地位，不是讲有财富，而是活个达刚真快乐。欢喜充满啊，每天圣人啊，伫咧斗阵啊，掀开金冠，就是甲圣人斗阵啊。在这个讲释当中，甲诸位同学做伙来分享，
嘛是甲圣贤斗阵啦，至少恁伫即块两小时，咱啊做伙咧学习，无论受经，诸上仙人聚会一处啊，毋是凡人啊，凡人伫外口啊。咱啊，讲堂外面是凡人，讲堂内面毋是凡人啊。但是下课咯，大概咱就变作凡人咯。即个上课，咱就变作圣贤。事实就是安尼是啊。啊，永远无离开经典的教诲啊，你就是永远是圣贤啊。菩萨的道理，你都是啊，大家都嘛是，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！要紧的啊，要安怎把咱学习物件，拢会应用到生活上啊？你就真正得到受用。第一个受用是身心健康。智慧增长啊！事事如意啊！咱也个达未到那种比丘的目标，伊是事事无碍，比咱更加高一层啊！下面一句即位宣说表佛说法，实现物质表佛现土，这两句话非常重要。老师拄到这么好的学生，这是具足圆满传法的条件。在咱中国佛门内面常讲的法主啊，世间自在王如来的法主啊，有着传法的条件，这个传法条件就是头前所讲的古名志愿深广，具足这个条件。老师欢喜啊，第一生需求的都是求这款的人，得兴古桥啊。智慧教世啊，志愿深广，这种学生，今仔日去拄着咯，伊也过来请法，佛的欢喜啊！这位宣说，你看这个经历，你客就该讲啊。伊讲什么呢？210亿诸佛刹土，头前这是讲数字，功德庄严清净，功德圆满之相，给伊介绍鼓励，多一个佛世界，多一个佛世界，给伊讲了210亿。诸佛刹土，那讲甲伊讲，也个应机心愿实现物质，回心力，我在诸佛刹土，法藏菩萨
拢会去看到。也就是讲，咱今仔讲，带你啊，实地去考察，去学习啊。说是法师经千亿岁，自在王如来给伊说法，叫伊去参观考察啦，诸佛的刹土。哇，过时间呢，千亿劫啊！这段经文无长，只有两行。两行内面讲这个210亿，不是数字，代表万万变化界、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刹土，全部拢看见了，一个都不会漏去。咱这个娑婆世界，伊嘛来看见，伊甲看甲非常详细啊。这内底有一个秘密的信息，什么呢？还是阿弥陀佛来看见的刹土，甲阿弥陀佛拢有特别的缘分，所以阿弥陀佛是广结善缘呐。结到倒位去呢？结到变化界、虚空界，所有一切诸佛刹土，无一个漏去的。这是一般佛啦，不啊，这款代志啊，一般佛成佛了后，就现出伊家己的刹土咯。甲伊有缘的人拢会来啊，无注意啊，那有亲像法藏菩萨呢？这实实在在不可思议啊！所以讲超越一切诸佛，真正一点也无假。就凭这点，咱就已经明白了，伊真正超越了。咱看老居士注解：世间自在王佛，宣说示现。210亿诸佛刹，功德严净啊，功德圆满之上，严净庄严清净的意思，圆是圆满，圆嘛有周边的意思。性体周边为圆呐，圆家故叫自己何圆满，也作圆足。何地圆满即华严中圆明故的自己，圆满光明，故叫满的庄严。这个意思啊，极乐世界是凭这个来造成的，不是讲凭空想的啊，不是。法藏比丘想象出来，也不是自在王佛给伊设计出来，不是安尼。你去甲看诸佛刹土，你都知影，真就咱现在这个世间啊。咱来
创造一个事业，嘛是不例外。这几天有不少的在同修来看我。几落个啊，拢嘛想要办一个老人院、安养院啊，好代志啊！为什么老人太可怜了，无人照顾啊？而现在这个社会，这个老人的问题，这个儿童的问题，育幼啊。几乎是每一个国家地区都非常重视这个代志。来问我，想要办老人医好代志啊？我鼓励因去办啊。要安怎办呢？最好去国外去考察，看人伊的这个老人伊是安怎办。无法总比 Q 啊！别人的好处，咱个记得，希望咱拢有；别人的缺点，咱拢个会读，希望咱拢无。你啊，就超生了。啊，你这个老人伊伫世界当中，就会当作为第一咯，做些典型，做些模范，互全世界。老人啊，福利事业拢向你来学习，这是非常的有意义咯。这是无量功德啊，好代志啊！所以我就介绍，伊去外国去看卖，伊去考察，唔是亲身去看，你哪会知影呢？我伫个讲习当中，嘛甲诸位讲过真侪摆咯。我对于老人福利事业非常关心。每去一个所在，我无看别项，就是看这个国家地区的老人啊，福利事业。差不多伫最近三十年当中，我看过真侪。人家上好呀，澳洲啊，澳洲老人福利事业也拢是私人经营的啊。你那个伊也当作一种企业来做，一个公司下面有四个老人院，或者六七个老人院。也作为一种连锁的事业企业来做，因为澳洲地大人少，土地得来较容易啊，而且真俗，所以老人居住环境就像公园共款，这内面的树木花草、小桥流水，真正是环境足好的啊。你住个非常舒适啊！伊啊，地广人稀啊，伫美国都无得这条件咯。美国大都市内面老人伊是住伫公寓，几十层楼啊，诶，活动空间就真小，都是澳洲好啊。澳洲福利事业做甲是，予咱啊看了真正欢喜。伊就一个缺点，老人啊缺乏精神生活，物质方面照顾是会用力咯，可以讲是无微不至。物质的生活条件无精神啊。老人院内面服务人员拢非常尽职，
规定因家己应该做诶代志，伊拢会当做到。无孝心啊，无孝敬诶心，只是讲伊即个伫职务上诶，伊拢做会到。老人无孝敬啊，就是欠一点。这个是未过的啊，现在对父母拢都不好啊，对别人哪有可能啊产生孝心呢？如果那是讲会当啊接受，亲像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，那就非常完美咯，伊就欠这个物件。特别啊是因果教育。真正了解因果教育，孝心就会生起来了。我甲遮个即个老人院内面负责人讲起的时阵，我拢劝伊呐，对呀、啊，恁院长到下面员工拢都要了解。这个事业是世界上头顶的新兴事业。这个机缘啊，不容易遇到啊。为什么？你在这里面会受大福报啊。这是好机会啊。你如果是真正知影这个因果，你对老人好，老人当作是父母来看待，还是古早时阵的人，现在人不孝父母，会家敬孝顺的心，用父母之志，和老人伫晚年欢欢喜喜、快快乐乐。度过这一生啊，当中啊，伊认为最快乐、最美满的这段时间啦、啊，你能帮助伊啊，这点，因将来欢喜快乐，将来往生拢会升天啦、啊。如果伫遐物质环境，虽然讲真好，连这讲话人都拢无，每天在遐坐咧吃单死啊！你讲偌个艰苦的，伊万分啊，万分的心，将来死的时阵啊，拢会去对三途啊。换一句话讲，用爱心照顾老人，是个老人对三途送去天堂啊！你讲这个事业偌新鲜，要什么人会当改比较？幸福的人，把他送去极乐世界去做福气。老人伊啊，用这个来做目标、做方向，这个、老人伊就会使恭喜啊，圣贤的事业，佛菩萨的事业啊。我非常希望讲会有这款一个老人院出现，老人院内面啊，爱办学，传统文化学院，人人拢爱接受伦理道德因果教育，老人院内面会当学习。宗教教育，因为信仰宗教就无同款。老人院内面会当建教堂、修道院，佛教会当也建佛寺、念佛堂。你信仰倒一个教，都爱帮助伊啊，可以好好斗阵来学习，这是一个多元文化的。是原点，
无共宗教，无共族群，拢会非常快乐、和谐、生活斗阵。好代志啊！所以我希望因啊，会去澳洲去参观。我讲你甲团做好了后，我陪恁来去。当地遐个人，我拢甲伊熟悉。考察完了后啊，回到国内，如果国内阁会当啊，甲伦理道德、因果、宗教教育阁加落去，你这个老人啊，弘历事业就世界第一咯。啥人无愿意来你家来养老呢？你的老人事业会非常兴旺，一定爱发大慈悲心，人啊提这个来啊做商业，做商业就会给你限制掉呀，你的功德都无了，为什么你的功德就变作你发财了？你那无？甲伊啊，当做商业来经营，你啊，将来就会升天，你会做天王，你会做佛，你会做菩萨。你的古佛，伊啊，亿万财富，管太多了，未当比啊。亿万财富是有限的啊。那人间的帝王嘛，唔是。讲啊，真正圆满，为什么唔去天顶去做天王？啊，大梵天王无吸收了天王，拢是人做呀。迄个福报对得去修，老人伊就会当修行呢。你办老人福利事业就会当修行，为什么呢？一个好的榜样啊，大动全世界，你讲这事业有值得做无？所以啊，发心认真去做啊，然后发种比丘，发心结结了世界，这是偌困难的代志啊，伊拢成功咯。啊，你那是真正发心，为啊，全世界啊，建一个啊，示范的老人院。诸佛菩萨两天现身啊，拢嘛会来帮助你啊，拢会满足你的大愿。所以啊，这个老居士在这个总结这个意思。圆满就是华严经上啊讲的圆明无碍，这个真的不是假的。下面给咱啊说明210亿这个数字，除有疑惑，家人有疑问，肯定会有疑啊。为什么呢？210亿，这个数字并不多，变化界、虚空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，我从 BQ 才看了210亿，也够真多真多无看到啊。当然啊，有这个问题啊，六法藏菩萨同时所见。含210亿之数量，何以啊？又闻啊，诸列佛国多胜无数诸佛国家。你再看210亿，甲无数，这要按怎会当相比呢？所以经常啊，真正做数字。拢唔通甲当作实数来甲看，啊，你就错了，你不要发的呀。比如
弥陀经上用七日的数字啊，来代表圆满。伊毋是一个数字，代表圆满的意思。七是安怎代表呢？四方上下就六咯，佮加当中啊，这就是圆满啦。七就是这个表法啦。啊，《华严经》用十来表法，一到五十，十下十是一百，一百下一百是一万，伊是用十做代表，表圆满的意思。一部经甲华严是同款。无所不包，这内底那包五行佛法，中门教下，言教密教，全部拢在这内底。所以头前啊，咱看的十六正书，迄、那个十六也是表法，而且第两百一十一个呀，就是啊，二十一啦、啊。嘛是表法的，密宗表大圆满，这个所在有解释啊。左右离达，这两种解释，一故华严经华中世界品义。不差无量，总有二十顶，以为了差所积两百一十微尘数。注意下面啊，这个微尘数，这个啊数量就太多。因此经中亦以两百一十啊，表示差多之数，暗合华严义，即含列十方无量之国土啊。因为华严经上有两百一十比尘数，这个比尘数是无办法算的啊。这是第一的意思。你呢，在《地陀论文》阿弥陀佛先世时做法藏比丘，先世就是前世啊，阿弥成佛的时阵，出家时阵是法藏比丘，佛将多边智啊十方。这个佛就是啊，这地讲的世间自在王佛，将是差异。因道义啊，遍知十方，是清净国。这个清净国呢？咱伫华严经上看到，伫世界成就品内面，甲咱讲呢，诸佛刹土有纯净的国土啊，有净慧十句的国土。亲像释迦牟尼佛的三佛世界，有净土，有秽土，六道是秽土，诸行法界是净土。佛的本土是一真法界啊，是无种净土。亲像这种种种无同的国土啊，拢嘛有啊，
完全是秽土，有完全是净土。这些拢嘛是诸佛如来因地上的愿力啊，是无共啊。变相就无共咯，这也是咱会当啊理解啊，符合如此辩证的思维，啊，亲像法宗这种的想法太少太少了，几乎无人去想象到。伊要做一个五行动力佛陀，这就确实是无人有去想过啊！我要五行各具家己的佛陀。咱那三不世界都是啊，个人啊，顾个人的报托。我从 BQ 也观，确实是无同，和五行平等的隆重隆基，是报庄严土，这太难得了。这个啊，比一般祝福的。清净国也阁较殊胜，所以啊，伊是遍列十方，自在王佛只是伊啊清净国土，另选择精妙之国，以助庄严之国，这是家己啊，你去选择。每一个所在去参观，每一个所在去考察，都一个较好的家己了。将来你这个国土内底拢总有，唔好呀，全部拢无。换一句话讲，伊个国土是指一切诸佛国土内面啊美好的大乘。啊，你这会超乘啊！不是家己精心设计啊，是细心去考察，去选择啊。所以今仔日有人想要办老人院啊，咱就用这发种 BQ 这个方法，你去世界各国家去考察，你也去看人一个好的所在。咱啊选择，人唔好嘅所在，咱来改进，就变做世界上最好嘅老人院啊！啊，发总 BQ 建着叫做世界，功德不可思议啊！咱这个所在有人发菩提心，来建立一个这款的老人院呢，这地球上第一呢，也功德也不可思议。来行佛法，论心不论书啊，书。因为世界，你办一个老人院，有大小无同，你也是同款的呀，心是同款的呀，所以功德拢是圆满的呀。这什么款人呢？哎，就是佛在对讲大智慧呀，大福德，真正的佛菩萨啦，那不是假呀。万年做不出来啊！
嘛都系众生有福报啊！如果有菩萨来了，示现了，众生无福报嘛是无办法，众生都爱有福啊！感着佛菩萨来成就这个大事啊！尤其书籍经义经来对意思啊，乃以211忏表示方佛忏，这个意思啊，代表是方佛忏。能够来看下面的一段，由所说起211佛土为含污。清净国土啊，清净国土，一亿减级回土，这条有两个意思啊。古爹根据经文中，天人善恶，国土初妙，都有两种啊，无同的这讲法。加上所内面讲啊，211佛土善因虽有强弱之分，连所照之土同是七宝国土之初妙应现，土之圆大妙之圆密，也就是讲大密明所现啊，211该是大仙之土义，故加上所以啊，所现为证。这个所现主要怎样？是世间主宰王如来。会当啊，讲是抓着法藏 BQ， 伊啊一边请法藏菩萨咯，伊有力，观光旅游可产，所看到的啊，拢嘛是净土啊，拢嘛是诸佛，咱伫即地讲伟大。微妙的净土啊，伊是讲这个意思。你家的第二个意思在讲，通现净回土。净压缩内面讲，这两种缩拢是咱中国祖师的粗不精呀、啊，说恶说粗。应机下万啊！你初下之间就爱下，爱远离啊，算先算妙，自己修习，是来对有先有妙，咱来好好来学习，爱采纳，这都是两种功法。直接所说211佛土呢，无精无灰呀、啊。英雄以及天意蒙西诸书也古文同会呀、啊。即贵为大师拢是日本净土宗的祖师，因的看法应当是有精有慧，并不是讲完全啊是净土，完全是净土。你也所考察，你所看的是一部分，不是完满的。如果讲一切诸佛刹土拢总看见，即来对当然有精有慧啊，有顺精无慧土，
无损毁，无净土。这啊，拢嘛是诸佛菩萨悲心，各人的愿无共款啊。为什么完全是秽土呢？秽土帮助造业的众生消业障啊，拢总是慈悲心啊。啊，咱伫大乘经内面学遮侪年，明白咯。啊，就以六道来讲，众生啊，做善恶是无共啊，自性内底是无善恶的。一点主要知影，恶啊是业障，善嘛是业障。种什么呢？种爱你明心见性啊！种爱你正大般涅槃，哎，那么是业障，这拢种拢爱去掉啊！你看佛的经教里面跟人讲，凡夫是安怎成佛呢？放下起心动念，分别执着，起心动念内底有善恶，分别内底嘛有善恶，执着内底嘛有善恶，拢总爱放下。啊，自性内底无善恶啊，自性内底无是非，自性内底无真假啊，凡是相对，自性内底拢找无呀。你爱怎样？你爱想明心见性，你就要彻底放下。有时咱就明了了，三恶道是咧创什么？消恶业嘛，你的恶业伫迄内底去消啊。三善道咧是消善业啊，善业嘛都爱消啊。你这超越六道啊，善恶业那是袂当去消，你袂当出六道轮回。所以啊，阿罗汉见思烦恼拢总断掉了，这就善恶业消去了，伊也离开六道轮回啊，到四圣法界了。啊，四圣法界内底有善恶无？也有啊，比六道轻真多咯。但是轻也未用的轻嘛是会障碍你见性啊，所以六道啊消动业，四性法界啊消轻业，拢总消了了了，消我是法界了。这只诸教啊，诸佛如来是不种人土，一些。诸佛如来是佛土，都是家界是佛土，这一定要知影。到迄个时阵，你就知影生活不离呀，众生家佛是一体，无分别啦。也有佛，也有众生，也是离呀。到家迄地，这个念头拢未生咯，生这念头伫十法界。会有这个念头，在十八土里面绝对无这个念头，所以才叫做清净法界、平等啊法界。咱这经对上清净平等觉，这袂当讲唔知影呀。下面比花经文所现佛国，佛国
血肉世界，眼睛啊，眼睛妙好，乃至血肉世界有大火灾，是为眼有血土之明镜。比花经嘛是咧讲，叫做世界啊，讲真多啊。一般有净土的同学，有真多有读过这部经的。《易华经》这段经文证明有火土，为什么呢？有大火灾啊！这就说明伊毋是清净世界。啊，有水，有火，有风，这的佛法叫做三灾呀。所以三灾不难呐、啊，这火土，有所现佛土，无不无化，就是啊，无不土，无化土。比华经文，也有世界尊师菩萨遍满几国，没有声闻言讲之名，是不佛之土也。这个咱在华严经也有看到，跟这讲法是完全共款的。也有世界清净微妙，无诸作恶。是这化佛之净土呀！伊一般讲化佛的净土，就是十法界顶面诸法界，声闻缘觉菩萨佛，这是啊化佛的净土。你是世间自在王如来，应机这个机啊，是指法藏比丘应机心愿呐，将此210亿佛刹、恶土、化土、净土、秽土，诸土之上色现物质。依佛的心力，啊，十方世界这的状况，完全实现在伊面前，伊拢总拢看到了。临机得见，说施法时经清一水，以表说法变土之上真，也现时间延长无碍。在这个境界里面，时间没了，时间和空间，咱拢知影讲这不是真的。现在看伽马证明了，如果咱突破。空间为一处，这个境界就现前。所以古早时阵，修行人，只要定功精修，伊就看到。定中的境界，时空为处，无了。所以佛陀在世时阵，
哦，印度的婆罗门，这以为代表。其实印度宗教真多，几乎每一个宗教学派，因拢是真爱修禅定的。佛经上讲的住禅八定，是婆罗门教的，现在叫做行道教，伊的前身就是婆罗门教。如果伊也修到第八定，这是定的定级，对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佮起去四空定，一共八个阶级。到初禅，初禅天以下空间位置无了，这拢看到了，过去去看未到。如果定功啊，到个这个第八定呢？六道内面的代志，伊全部拢看到。所以咱来知影，六道轮回不是佛讲的，是婆罗门教讲的，讲得非常详细啊。为什么呢？伊看到呀，时间无了。过去未来都无了，过去未来啊，全部拢伫眼前，你拢总看着。空间无了，甲注意讲，距离都无了。时间也无了，前后都无了。变化界、虚空界伫倒位呢？就在当下。世间自在王佛引导法藏比丘，观察法界、虚空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。无离开这些啊，无离开的这位啊，就全部拢看到了。这个古早时阵讲太不可能了，现在咱知影可能，为什么？看电视就知啊。咱坐伫迄边无震动啊，全世界拢会收看到，百鬼频道全部拢看到了。因为空间时间无了，全部拢看到。咱这个电视机也无把它相比啊，因为咱必须要都要用机械设备，伊都无需要了。咱看到是伫画面顶面看到，咱看到就那就是真正同款呢。这个啊，不可思议的境界啊，我经常讲真多咯，非常难得啊。三千年以后，现代科学家证明过这件代志是真的啊，不是假的啊。所以我有理由相信，二十年及过三十年。佛教的这个世间，未讲是宗教了，讲是科学嘛。佛教是科学，佛陀的科学，就像孟东密先生所讲，
全世界科学的最高峰啊！哦，科学家证实了。外国在讲佛教是迷信啊，遗憾的是，这外国文理来对经典翻译啊，无中文啊翻译这么好啊，为什么呢？就较早李老师甲我讲，佛经啊传到中国，参加译经的才会大得啊。李老师讲啊，古位啊最低啊是三个阿拉含，三个以上啊。三个以上啊，都是四个阿罗汉，过去就是菩萨啦，也有高佛再来啊。参加中国这个易经的易场，所以翻译无错误啊。咱来相信啊，不是凡人啊，凡人做未到啊。经典上，达理达故，意味无穷。为什么一般人看不出来呢？看不出来是对伊无尊敬心，这点也重要啊。因公大师讲啊，真好，一分圣经得到一分利益，十分圣经得到十分的利益。在经典上非常明显，一分圣经啊，你就会当看出一分的意思；十分圣经，你就会看出十分的意思。我讲啊，为什么这个经典有这么啊奇妙？无别项，经典对自性流露出来，自性什么都拢无。一法不立，你啊行告结处，你就见性，就明心见性。明心见性了后，达理拢无容易。所以，世俗世间一切法，对恭敬中求啊，你才求会到啊。心菩提所是求未到呀。那是讲轻视高人啊，迄个个是求未到啊。啊，你一点啊缘分都拢无啊。你那是讲佛教是宗教是迷信。有菩萨来给你讲经说法，你嘛听无啊？你嘛会拜贴啊？这嘛无离开经典上一个总的功能，一切法从心上生啊，无离开这个功能。所以你在佛法里面想要得到偌侪物件，唔免去问别人，问你家己有几分的恭敬心，你就会得到几分。掀开经卷就明白咯。我初学佛的时阵。特别是初学讲经啊，你老师教我呢，爬上讲台掀开经典，感觉无什么物件通好讲，
参考别人的注解，讲这个物件，二时间久了，10年、20年、30年，搁提这个经本来讲，啊，感觉这内底意思就真正多了。啊，学这个50年、60年过来看的时阵，这内底意思是讲未完了。啊，佫是这部经，无变啦。为什么呢？恭敬心，当年拢在增长啊。对，好恭敬啊！对，敬教恭敬啊！对家己有恭敬心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拢总恭敬心拢起来咯。那也同款呢？这是什么呢？个发性愈来愈贴近咯。啊，咱中国古人所讲的“人性本善”呐，啊，人性本善愈来愈接近。如果无恭敬，无恭敬，甲人性本善啊，愈来愈远啦，距离愈来愈远咯。啊，你都完全未明了咯。明白这个道理，才知影讲，世出世间法，大根啊，大本。都是孝敬啊，孝养父母，尊敬师长，这重要。礼记一个开头就加敬啊，向礼物无不敬，普贤菩萨习惯头一句话，礼敬诸佛啦。你看啊，礼记是世间法，华严是出世间法，世出世间拢甲礼敬啊，放伫个第一。净宗修学，指导最高原则。就是净业三福啊。净业三福无限定时啊，净土宗伊后面有一句话讲得真好，讲这个净业三福是三世诸佛净业净因啊。也咱都知影咯，这三条11句是十方三世一切菩萨修行到最后成佛，总的啊指导完结。你讲这个偌重要啊！第一条头前两句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
安那就知影，就是世出世间一切显法的大根大本啊。如果一个人唔知影孝亲尊师，伊啊所有一切各卡殊胜的德行，拢未当成立。为什么伊无根本啊？无根啊！无根本就不足以出发啦。每当和世间的众生来做朋友，无根无本，一任何事业都拢无，值得人效法。咱看二十四孝，这里面有真多孝子啊。一生当中，并无什么事业辉煌的成就，为什么佫介列入教科书内底教导后人呢？有根有本啊！这个道理咱袂当讲唔捌啦。啊，你记一个开端，把咱的毛笔记出来了。这个毛笔是通笔，咱拢有啊。你若想讲真正要修得，这个毛笔都来读起啊。第一个是五班，迄就是五班啦。你若是讲无五班呢？你若是讲无五班，就你是阿罗汉啦。阿罗汉也有五班的习气呀，我变真正登咯，也有习气呀。你就知影讲，这个物件真恶当啊！为什么你有五班？五班对对来？伫佛法内面来讲，贪嗔痴慢叫做古生烦恼啊！甲你的性命的啊起源是同时的。我一句话讲，开始有你的一天，啊，五万就对你来了。是什么？阿舍内面讲的啊，原阿舍啊，原阿舍就是家己啊。四大烦恼常相随啊，原阿舍第一个我见啊。这五见是什么呢？五见就是我，有我这个执着啊，这个、念头执着什么是我？执着阿赖耶，见相的一分，阿赖耶见分相分。是整个宇宙呀，整个宇宙的一分啊，我的经教里面，把阿赖耶比如做一个大海，那这个小水泡是什么呢？就是大海里头的小水泡，接着这个小水泡是我。小水泡不是我，执着一分啊，个人执着一分，什么时候干我呢？干我水泡破去了，破去才知影大海是家己啊。我破去时都唔知影，
唔知影讲变化界虚空界，甲家己是一体啊。所以这个破去以后，知影变化界虚空界，万事万物甲家己是一体啊。这就是你正着发心啊，正着发心啊。正着发心是佛啦，发心菩萨，华严初住以上正着了。那就最怕破去咯，未个接着，啊，来也会结婚成我，未个接着。真正是无我咯，个一个东西起来咧，我爱啊，就是贪。我慢就是清灰啊，无慢是清灰的一分啊，我痴啊，你看看没？我爱是贪，我慢是清，我痴贪清痴，跟我同时发现，原来四大烦恼常常随啊。到你转世圣地，那就无咯。转万那色为平等圣地呀，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刹地，这两个是因相转呐。真修行的在这个来用功夫，六七一个转，前五色甲第八色。东西马转了，这个熊转了，这是英雄转，英雄一个转，伊就连带转了，转啊，阿赖耶为台湾境地啊，阿赖什么呢？就是诸性清净圆明体啊，前五些就转变作前所作地。行受作地什么呢？这灵啊，你有灵力，变化界虚空界，一切众生有感，你有灵力用啊。感应都够啊，因为什么心得多，你就会现什么心。现身不是家己的意思，家己无起心动念，伊个心是安怎现法？伊个心是随众生心，应受地量啊！这点啊，咱啊一定都爱知影，你爱知影讲，咱啊现在的凡夫位，有人见佛啦，见菩萨啦，见神见鬼。拢嘛是啊，这个道理是你家己心来变的啊。啊，都要用什么态度来对这件代志呢？佛的经常讲啊，真好，凡所以上皆是浮妄啊。你唔通放咧心内，卖去插伊。你看经常好境界。如果你拿去插鼻咧，你就错了，你就没了。也明白这个道理，这个世间人还是通病啦。诸戒比凶啊。无同国家的人，无同族群的人，无同信仰的人，这个有同无？这个同啊，拢嘛知影出家避凶啊，吉凶好好对于都未来的。
哎呀，心上生啊！你会当闪避未？会当闪避，安怎才会当呢？所以这代志唔通问别人。问神、问鬼、问菩萨、问佛、问神仙、问通灵的啊，拢未灵啊！有一个最灵的人，问家己啊，家己最灵啊！为什么一切法从心上生啊？问你的心上，你的心上那是纯净。你都无灾难，你的心上就是念头不净。什么不净呢？贪嗔痴慢疑不净。杀盗淫妄不净，自私自利不净。你啊，心内有这个念头，那就有灾有祸了。个人的灾就是啊，高病哦，多烦恼啊，事事未顺心啊，这个个人的灾难啊，用业的灾难呢，现在讲自然灾害，哪有任何任何是战争啊？现在战争，大家拢嘛知影。如果战争爆发，第三次世界大战是核武进化，整个世界会毁灭啦。任何啊，啊，所以拢爱问咱的心，起心动念，顺境顺仙，你是。大吉大利啊，你什么灾难都没有了，不要问别人，问家己啊。为什么呢？佛经上讲的两句真言啊，相随心转啊，这关系个人啊，我个人加上好好，是咱的心在做主。所以人唔通无善心，人有善心，你就甲善感应，甲佛菩萨感应，甲善行感应，心不善，甲魔感应啊，就甲妖魔鬼怪感应。啊，明白这道理，问题拢会解决咯。学佛爱相信啊，佛的教诲，相信圣人的教诲，唔通有丝毫的疑惑。为什么呢？啊，圣贤佛菩萨，因的啊行持，因的啊言语。拢是自性内底流露出来啊，真言啊，我不可动，欲不可穷啊。凡夫当然有欲望，在生命之水，适可而止。唔能想结婚，结婚灾难就会来咯。也会当啊，修到这个标准，这就是戒律。我决定无去结婚啊！你这个享受是正常的，志不可满，乐不可极啊！乐极生悲啊！时时刻刻啊，怎样通节制啊？
就决定啊，唔通啊结婚。啊，人之大欲，财个性啊。啊，所以圣人教咱人才不固定啊，在摆在面前，啊，想看嘛，应该得无？无应该得啦，唔通去得啦。那得呢，会祸害来咯。啊，你应该得的无问题，那是你的福分。无应该得呢，就灾难来啊，唔是好代志啊。啊，临难不过面，这句话更加重要啊！在咱现前，如果是穷也未当啊，避免呐、啊，然后思念和求生净土，问题就解决咯。对这个世间，无一丝会贪恋，这对啊，正确啊。所以啊，经典内面啊，佛甲咱讲个啊，甲咱做实现呢，拢是甲咱启示个。你细心去观察，伫即内面学到真侪物件。今仔日时间到，咱就学习到即块。